团队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非常非常热闹的曲式哦，那我们就麻烦这个罗智慧阿辉要过来这边呢，跟大家聊聊天。所以呢，刚刚发现到哦，这个排湾族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呢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打个招呼啊。加外加外马布加，大家好，我是萨金努罗智慧。罗智慧，你好。蛮好奇的是，这个你们刚刚在表演歌曲的时候，好像安排一段情境剧的这个表演哦，能不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？就是一个舞传承的动作，传承的动作，族内然的，后对，然后就是也是一种思念的感觉那样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前面这个情境剧的这个传承，到后面他们就出来，欢乐的跳舞，对对对，感因觉为超欢乐的。以往大家在做思念这种类型的歌都是比较悲伤悲一伤点的，点。因为我的阿嬷就是的她姑在姑。世的时候是很开朗的一个人，然后就希望可以她那种很开朗的感觉写到歌里面。对，所以这个欢乐的因子是有这个传承到你这个子孙们的身上了，所以你也是一个乐天的人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可能那个个性都有一些不一样的面相了。可是我刚刚这个看你们在台上啊，感觉这个阿辉啊，你唱歌起来台风很稳健的，你应该过去有累积很多的舞台经验吧？常常在表演呢，你打是工马子卡的。的吉他手。对，所以难怪我刚刚说这个感觉很有大将之风，因为有练过，出狗比赛也很多次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对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今天有没有觉得说，自己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？我很喜欢，你很喜欢，因很为享受。是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演出是很棒的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希望呢，阿辉呢在台上可以跟你的家人继续激荡出更多精彩的火花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阿辉加油，马谢斯谢。卡加油，台湾族加油。有问题加油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